连续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在新发地采集了517件样品中，有45人咽拭子阳性，另在海淀一农贸市场中发现一例阳性，是一例新发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。上述46人目前无临床症状，已纳入严密管理和观察中。那卖不了，因为我这个还得去头去小尾巴呢，卖不了。我市决定将对5月30日以来与新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。